请先进入需要购买的商品页面，可点选加入购物车的按钮等等再结账，或是点选直接购买进入结账流程。如果卖家有设定商品规格的话，就会在此时跳出。进入购物车后，将需要结账的商品在左侧打勾后，就可以按下画面右下角去买单的按钮咯。进入结账画面后，请先选择寄送方式，这边会显示卖家提供的物流方式。如果要使用运费抵用券的话，记得在这边选择对应的物流方式哦。如果有需要留言给卖家的话，也可以在留言栏输入留言讯息。另外，如果要使用运费抵用券或是其他折价券，请在全站折价券的地方点选右边灰色的字，进入选择画面，移动到画面下方，请选择付款方式。都选好之后，就可以按右下角的去买单咯。如果是透过银行转账付款，会出现系统产生的虚拟账号，请于72小时内完成付款。最后，订单下单成功的话，会显示订单已确认，接着就等卖家出货咯。